阿邦，有中文字幕了哈。好，我们看后面就好，你看一下，就是在这。那么你第一次用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，问你说，哎，请问你的 Google 的账号是什么？好，如果你有设定好了，当你存档的时候呢，它就自动帮你同步到你的 Google 文件里面。好，就自动同步上去，所以就很方便。好，就很方便了，你随时也可以给别人这个连结。好，如果说你有分享的话，那别人就可以直接看得到。好，这个是这样，所以我现在自己就是有这样用，不管我2003还是2007的，虽然我不用2010，可是我还是可以有这样的云端的功能。好，你再看一下。哎，你看到像我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我就是在我的Word里面编辑好之后送上来的，但是它送上来之后预设会放在最外面，也就是说它会分类到哪一个资料夹，好，哪一个所谓的收整理这边，你要自己再把它像刚一样去把它归类到，看你要放在哪里。好，那你归类好之后，下次它更新还是会放在那个资料标签里面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。我讲的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线上表单，线上表单这个简单来讲就是做线上调查。好，比如说你有一个活动，那你可能希望说问一下说参加的人，虽然 Facebook 也有，但是 Facebook 应该都是比较私人的，对不对？比较，如果你有公开的，比如说我有研讨会，那我想要问一下说，哎，他参加的，比如说他用餐的话，吃素的吃荤的，参加来多少人，填一些基本资料，除了对我们发 email 给他之外，那事实上也可以直接透过这个叫线上表单。好，线上表单，所以这里面算是它比较特殊的应用。那你可以看到哈，这里面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建立表单？哎，我可以从这边进来。那么它现在这个表单事实上功能已经比较强大一点，也就是说，你看我们平常所以常常有会就是研究。所里面通常要做问卷调查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比较不要说太过复杂的哦，你用这个还蛮方便的。因为请问平常你的问题会有哪些？第一个就是属于文字型的，所以你要填内容的。第二个是属于什么可选的单选或者复选啊，有没有？那有的是这种清单式的，你可以用里面去选，甚至它后面还有更多。那它现在呢还可以根据什么？比如说你这里选是，那我进去之后，我就不一样的内容。比如说选否，我们不是常说，如果你是第一种，你选 A， 就请跳到第几题，有没有？类似像这样子，那现在这边都可以做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去找一个关键字叫线上表单。好，你可以找到很多那个表单。比如说我这边填了，那我就好，就是对不对？说明那文字类型。好，如果他一定要回访，就是这个。好，这样这个就完成。点到他，按一下编辑。这是第二题，好，第二题。那假设把它变单选题，好，也是一定要回答，这样你就有两题了，好，就有两题。那如果不够的，再从这边再增加，好，再从这边增加。假设我现在就 OK 的，假设 OK 的，那你还可以选什么？给它这里有一个主题，好像我们部落格那个叫做什么？样式有没有？你可以自己挑一个。假设你喜欢这个，点下去，你的看起来就是这样，至少不会那么单调了。好，不会那么单调哈。那如果没有问题，好，比如说我再套用进去，现在我就表单了。那你有两种方法，一种就是说我直接怎么样，邮寄这个表单给你，那你就可以上网填一下，好，填一下。那另外一种是，你可以把它放在哪里，比如说放在你的网站里面。砍入在里面，哦，砍入在里面哦，那这样也可以用。那么重点是我们用的这个，你看我们在研究调查的时候，不是发问卷，是最后还要做统计比较麻烦。这个呢，它就自动帮你统计好了。好，比如说我们看一下，你看，我们看这个哈，这里有一个查看回复有没有？它本身事实上就是一个 Excel。那所以如果今天有人，好，比如说你看我摘要。
这里有没有？有谁回答？然后是多少？这边他会帮你统计好，比如说在吃素的多少人啊，是荤的多少人，他会帮你自动统计。啊，回答一的多少个，这边都有。那么再来就是说，你看我把它放回边。如果说你想要看一下啊，到底有人报名了，但是他的资料是什么？我们在这边试算表点一下，他就自动帮你建立一个Excel，有没有？像这样，谁什么时间进来的？然后呢，他填的姓名啊，对不对？联络电话、email， 他就自动在这边了。但是比较容易一点，你要做统计也比较简单嘛，因为它就是一个Excel的应用，啊，Excel应用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就是如果你在做这类的动作的时候，相对就比较容易一些。所以这算是比较特别的。好，比方说，你看。啊，可以这样子。看一下以前的，以前的工作人员招募报名表，好像是这个。啊，比如说这个有没有？那这个的话，这个是 Word 哈，但是我之前有用几个，是其他的。我们在这边哈，像这个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有哪些人。那你要看摘要的时候，我也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我想这个就是没有用到的时候，你可以在网络上稍微找一下，这个叫做 Google 的表单，哦，表单哦，它现在做的还不错，所以如果你刚好有需要的，你可以尝试看一看，哦，所以我们大致上 Google 文件主要的功能大致上就是，第一个，你把它当作好像一个线上的一个什么笔记本也好，简报的也 OK， 那第二个就是把它当作所谓的硬碟空间，第三个比较特殊应用就是当作所谓的线上调查，好，哦，问卷报名也好啦，这些都没有问题，就是这样的话呢，你在用的话相对比较容易，因为其实你即使是用所谓的 Facebook， 它能够做的比如说你的活动参不参加，好像只能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它的调查是相对比较简单，那如果你用 Google 文件的话，它就可以做的比较多，可以做的比较多。